周年啊，所以我们现在79的是一样的海洋，所以我们现在青年我们这里面讲几种，像刚才那就有莺歌鱼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那个银色叫做烧鱼，一个这些拍起来都好漂亮，是一个鱼烧的烧，一个鱼在一个参加的参。哦，是那个有人那个念烧，都念生，但是我长时间念烧，但是也有人边念生，对。好，这边有一些鱼。像我在念边，别人还在以前在东北角就看到成群的那种鱼，讲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叫蝴蝶鱼啊。这种像这种鱼。哦，这个叫蝴蝶鱼，对对，哎，漂亮漂亮啊，什么漂亮的蝴蝶鱼？然后我们现在鱼很多种了，其实很多名字我们也不是搞得很清楚。但是我要讲的是说，比如说你看那边黄色鱼，有尾巴，有尾巴，对，红的，对不 对？有些尾巴是没有红的，有红的那是公的鱼。哦。那这个鱼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它大部分都是母的鱼，然后一群里面只有一只公的鱼，一夫多妻，就跟蜜蜂一样，跟蜜蜂一样。但是假如那只公鱼死掉的话呢？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鱼里面最强壮的就变成转性，变成母的鱼。哇哦！那同样的莺歌鱼也是一样，莺歌鱼幼鱼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母鱼。但是公鱼没有的话，它就会转性。那变男变女又变，怎么变法？在哪一只变啊？最强的，他说最强的。最强的那一猜拳啊，猜拳，打架，决斗。你看那边不是有小丑鱼吗？哦，小丑哪一个是小丑鱼？有，就是那边不是有小丑鱼，白白的。哦，小丑鱼的话呢，刚好相反，它是从公的变成母的。哎呀，那同样的，它在那个，它通常都是在。跟海葵共生的，对，跟海葵。那海葵是有毒的，嗯，那它为什么不化毒呢？因为它本身会分泌冷盐，以帮它保护，把它保护它自己。那同样的话呢，它也可以帮，就是它也吃那个海葵那些吃其他生物留下来的一些残渣，是它也吃。哦，它们等于是互利共生。嗯。那我要问大家，就是你看这里面。我们再讲一个鱼好了，因为我们再讲一个很小的一条，你看看在那个绿色头有点红的最下面，中间有一个小鱼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黑白叫它鱼医生啊，是哪一只啊？哪一只？小的那个吗？对对，有点好可爱哦，黑白，我那么小只，点点的那个，它有什么特别呢？我们叫鱼医生或鱼护士啊，为什么叫它这样子？那甚至大鲨鱼。也会到珊瑚礁来，然后他会把他嘴巴张得很大，他不是要来吃这些生物，他是让这些像这种鱼医生、鱼护士，这医生护士有些是小的，有些稍微大一点，有各种不同的鱼医生、鱼护士，那他们就去吃他牙齿里面的一些塞的东西啦，或者什么没有清干净的东西，就等于帮他清一下，然后他可以吃，然后那个鲨鱼被吃掉之后，他感觉很舒服，也干净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当然，他假如那时候肚子很饿的话，他们也顺便也可以就吃掉了，把医生吃掉，对，有可能啊，将仇吧，将仇，对。但他不小心的啦，一般他去那边的话，他是主要是要他嘴巴张大的时候，他不吃的时候，主要是希望人家帮他除掉那些不好的东西。所以那些小鱼进去的时候，其实是他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他们等于说一种互利共生的一种行为。那我们现在要提醒大家，就是除了你看到的这叫什么乌尔东啊，还有下面这些。刚才我们看在那边有看到，像这有胡须的叫洋鱼啦，然后这个是牛尾鱼啦，反正鱼哈，我想讲也不记得。我现在要问大家说，在这里面你看到除了鱼之外，还有哪一些海星生物？海星，从最上面看起啊，那个是吗？水母吗？那是水母啊。水母，好，然后呢？
刚才他说海星，对不对？还有烘，海星，还有那个小烘是鱼，烘是鱼，烘那个鱼，他说除了鱼，龙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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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呢？那个海胆，那个是海胆，海胆，这是马粪海胆，就是喜欢吃海胆，常吃这个，我是没吃过。章鱼嘛，冒那个一根一根的那个叫什么？章鱼，章鱼，嗯，还有呢？章鱼是鱼吗？章鱼不是鱼，章鱼不是鱼，八爪那个。对，那个螺呢？螺类呢？螺类是，螺类不是鱼，不是鱼，因为他刚刚已经讲那个螺了。那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须须的那个叫须须来的，有冒那个这个那个须须的，这个不是须须，好多须须的。好，那是什么？像这边就是珊瑚，这是珊瑚，珊瑚。那珊瑚有点珊瑚，须须这个。有没有在这个、啊、哪个红色珊瑚下面这里旁边绿色的那个珊瑚边边在这里、啊？你说这个、啊、海葵，那是海葵是吧？哦，你说这样一条一条的，一条一条的，这圆鳗，这是鱼，那是鱼啊，那是圆鳗，圆鳗，那是鱼鳗，从上面冒出来。你看，你看那个影片里面，它这样上下上下这样去，那是鱼啊，那是鱼，它是从一个圆鳗，它叫圆鳗，它这个比目鱼，对，这边都是鱼，对，是鱼嘛。哦，你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？洞里面那个是什么？海参是鱼吗？海参海胆吗？海参对，海胆那也是海胆，那也是海胆一种。好，你们讲的这些都答对了，那还有没有呢？海星，那边有一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看这只，黑黑那个，这只，这个叫做海兔。海兔是鱼吗？红红对对，它也不是鱼，它是无壳瓜牛。在哪里有的？在这，你看我的，看我的，看我的画面。对对，它就跟瓜牛历史一样，它只不过是海里面的。海兔，还有虾子，它有很多种形状，然后颜色很鲜艳。它叫海兔。好，那我上面还有，我跟你讲，像海藻是植物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像这些红的，这都是珊瑚。是。这像这些石头都是硬珊瑚，像这种石化了，就是软珊瑚。那像这个红红的这个没有？哎，啊，哦，这个这是巨翅，那不是植物吗？这是海百合科的，海百这也是跟海参、跟海参、海胆一样，都是棘皮动物。哦，它是动物，棘皮动物，棘皮动物，棘皮，它叫海洋齿。海洋齿对，巨翅美羽之，它的名叫巨翅美羽之，就是一种海洋齿。你看那边也是一种海洋齿，黄色那种，黄色那也是，就它也是一种生物，它是棘皮动物，不是植物，棘皮动物，对，所以珊瑚也是动物的一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珊瑚也是，珊瑚是动物，对，那海葵也是一种动物。海葵，这个海葵像花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冒紫色那个是海葵。海葵就是跟那个小丑鱼共生的，只是这个是这个吗？这个像那个加加像这个散冒出来的，这个像这个，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海葵，海葵嘛，不是鱼嘛？这我刚刚问的就。